所以这样有赢你们吗？就是我之前是去，就是我一年都要去四五趟日本，就是疫情前。然后每一次去呢，我是每天都要逛一次迪士尼商店，因为他每天有可能会上不一样的东西。然后我就每天去，然后是因为后来我老公真的有点受不了，他就会说：“好，你在这里逛，我带孩子去旁边逛。”他就会去。哦，你还有小孩了，已经？我有两个啊，姐姐已经要二年级了。然后他们有喜欢这些东西吗？好像我比较喜欢。然后他们有爱穿公主服吗？有一阵子一度很爱，对，然后反正我就是每天就是去买，然后就都买到整个推车都是在放买的东西。然后小朋友用走的吗？然后没有，小朋友就给爸爸抱啊。然后后来就是有一次还一度买到就是真的不够装，然后就多又带两个行李箱出国，带了七个行李箱回家，多了五个，多了五个。米娅啥意思？什么概念呢？而且没有，没有，原本只是想要去，就是因为我就听说那个，就是我那时候去澳洲玩，然后听说有一家就是儿童的家具行有卖迪士尼系列的床组。然后就想要去买那个床组，结果一去就看到竟然也有 Elsa 的行李箱，然后我就又买了两个那个迪士尼的行李箱，然后就一起装一装回来这样。所以你买这些卡通的东西都不是买给小孩的哦，是买给那个行李箱跟床组是买给小孩的。对，但是就是因为我带他们去迪士尼乐园的时候，弟弟还没有去过啦，弟弟就遇到疫情，后来就没有去。姐姐有去过一两次，但那时候也才三岁，其实还没有很懂。所以就是最沉迷于迪士尼的人就是我本人。对。所以你不会自己还有成人版的 Elsa 的整套礼服吧？没有，但是我有那个公主的浴袍，就是是那个穿起来就像艾丽儿一样这样。哇，小美人鱼吗？对，小美人鱼，对对对。哇哦，所以大家可以迪士尼蝴蝶结，然后还有粉红色，我也无法抗拒。就其实我今天来有发现，我好像有点穿错衣服。对，平常不是这样。对，没有，可是就我结婚以后就有一点改变，因为就是我老公一直觉得我干嘛硬要穿粉红色，但我就是很热爱，就买粉红色包包、粉红色的皮夹、粉红色的衣服这样。然后后来反正只要有任何色系让你选，你一定是挑粉红色。我一定先看粉红色。所以你 iPad 的壳、手机的壳都是粉红色吧？没有啦，现在没有了。以前是一定要，然后或者是一定要是迪士尼的。然后后来就发现我老公好像很不能接受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就后来就稍微改一下。但其实后来我们之前就是接受 Vogue 的访问的时候，就他的自己的单访就有说，其实他不介意我穿粉红色，然后我开心就好了。对，但我就后来也觉得自己好像其实因为我比较肉感一点，所以其实穿粉红色会比较显胖。我想少女是没有在管的，她就是自己爱怎样就怎样。所以真玲，请你讲一下你真实的少女心的点是什么。我是一个很爱拍照的人，对，然后就是用拍照来满足我的少女心。我都会到网络上去 Google 很多就是网美餐厅搭配衣服哦去拍照，这是一个餐厅是不是？这个是一个度假村在南投，然后这些照片都是我请店员帮我拍的，我还会自己调好角度，跟他说这个位置再来，然后衣服我都要搭配好哦。这个花是我从台中买好，开车到南投再去拍照的，有不会吗？会，会，不是要布，要布置啊，对，要布置，还有气球什么的，对，还有气球，带水果篮之类的，水果篮就要带到旁边，对，要小甜点，懂吗？那泳衣不是老是什么？对，这个是我去兰屿，兰屿拍照，就是整个都是往美妆的装扮。然后后面还有这个呢，就是我卖的网拍衣服。然后那时候我跟厂商说我要这一套，我们家的那个助理有说，确定？我说对，我就是想穿，我就会逼我们家的员工就是一定要帮我安排这样的衣服，然后请造型师帮我打理很可爱的造型。那如果有人把你很心爱的粉红色的什么东西弄坏，你会气哭吗？其实我不会，我会再买。再买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再买，所以每次都买两个。真灵是成熟的少女，就是有人用坏，她就花钱解决。我会买两份，如果一份坏掉的话，我还有一份。一个可以用，一个收藏，然后一个不时之需。而且我觉得真灵是属于美系芭比，然后我们其他是比较日韩系的那一种。因为她的身材是比较对，然后桃红色 hot pink， 然后是要露点乳沟，对对，美系芭比。对，因为少女心通常应该不会太露乳沟，对不对？他们长大也许就会露，里面也都很辣的。你们觉得露乳沟这件事是少女会做的吗？就是其实因为少女心这种东西，你不管哪一个年纪你都可以有。那露乳沟的话，其实就是可能你会觉得你的
年纪比现在再大一点，已经有多一点东西可以展现的时候，就会想让人家觉得你有点纯欲的感觉，就你又性感，就是 cutie sexy 那种感觉。对 ，cutie sexy， 对对对对，哇 ，cutie sexy， 对对对对，就你进化，就你从 cute 变 cutie sexy， 然后再变 sexy 这样。所以未来你也会到 cutie sexy 吗？我在努力了。好可爱哦！旁边那位最。旁边那位 Doris， 你为什么不再把那个这边弄低一点，就可以变成是 cutie sexy 啊？因为我这边吗？嗯，我会害羞，所以我就不太敢动。所以你没有要走 cutie sexy 的路线？没关系，这样就好了。可是他有露腰，还是有点小性感。哦，对，我比较常露腰。那你会不会你会不会很爱哭？就是比如说遇到挫折，你就是会哭或什么的？还好哎，就可能看剧的时候比较爱哭。所以你的少女心是什么？我的少女心就是喜欢那些就是像动漫的，我也有。之前有一个美少女战士有来展览，嗯，然后我也有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去。他最近又出现了，我也有去，好像要在台中啊哪边。然后他就有那个美少女战士的月亮。然后你就会坐在上面，就一定要代替月亮惩罚你。对，月亮惩罚你。你们有去这个展览吗？而且一定要狂拍，就要各种跟月亮要拍个100。我以为美少女战士已经过气了耶。没有，永远活在少女的心中。你不要讲这个，他会惩罚你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被惩罚你。我的好姐妹那个佩慈也是疯狂的爱美少女战士。嗯，然后每次就是我们表演课的时候，老师就会说，哦，那你们现在就是临时表演一段，然后我们就比如说表演过那个独木桥，或者表演切什么东西，很害怕，他就表演美少女战士，这样就转一圈说，我代替月亮惩罚你。然后那表演老师就人是摸毛，什么东西，谁惩罚什么东西？谁惩罚？这个是一个什么剧吗？还是什么东西 slogan 还是什么？然后我们在旁边都就是你知道已经走到路。已经少女心到已经有点失去理智了。美少女战士不会退流行，对，而且他还有办真人剧，然后之前他有在环球以前有办过他的自己的一个剧场，对，一个展，剧场必须去看，而且啊，他有办展的，像在日本也有，就一定要朝圣。等一下会介绍，真的美少女战士一定要，烧很深都喜欢。这个照片是什么？这是我在日本的时候，他那时候知道他们在日本有办展，然后我就立刻订机票杀去。然后他还有他们的这是博物馆，对，然后还有他的食物类，等一下就可以美美就可以看。你看，大片意大利面，然后他们是谁？他们是谁？露娜。然后那个猫，而且是好吃哦，它东西不止好看，还真的好吃。可是我怎么舍得吃它？所以本来不能就没办法带回台湾啊。可是我每一样都点，然后那个店员傻眼，他想说，小姐你有没有说错？我说没有，我每一样饮料来有几杯来几杯，因为它有各个角色，各个不同的符号，造型都不一样。对，然后你就一定要吃，这些都是美少女战士。对，全部这个就是那个眼罩。我后来发现，如果你是少女的话，看到这些东西一定会有基本的反应哎。我刚才已经知道这一群女生当中谁最少女了，是谁？允唐是不是？对，唐。唐。隔壁那是闷骚，他们对，因为他刚刚一看到照片，他就这样。因为其实美少女一定要气音，不能实音哦。对对对。不能。那叫不少女。韩族你可以发出气音啊，这样。好虚，好虚哦！你来弄给大家听，标准示范。来，那个真理，你要弄一，你要可以这样才可以。不要那么高，那是色情的。然后方旭宇还可以吗？当了妈妈之后，也可以，可爱可爱，思雅应该很可以，一定可以。好，你们家的狗啊，好尴尬，没有没有，因为而且思雅可以发出各式各样少女的声音，对啊，还有那。你有很多很多层次的，看到不同的东西，做出真实的反应。所以如果看到是 Barbie， 那看到是那个真正的那个 Disney 的，
哇，然后看到是可爱下午茶，哇，美少女战士，所以美少女战士还是最高的，最顶的。对，因为我收集很多，我带来，嗯，你有带来吗？有，我带来。好，来，请上，请上。然后我今天有带来一个特地带来节目上开箱的，我等了半年。等半年，等半年，我看我预购完，然后半年后拿到，就是这个，是悠游卡吗？是悠游卡。这个要1799台币，一张悠游卡吗？不是，一支悠游卡，而且它是限定的。对啊，没有买到悠游卡，不是常那个卡吗？它现在已经很多造型悠游卡。是啊是啊，所以是拿它这样子逼吗？对。然后，所以等于你在便利商店跟公车上都可以使用这个。来，你们是不是很想要这个？超难买，去超难搭捷运还是搭公车的时候，这样要很有气势，要这样子，代替要什么？示范一次啦，这边怎么用？怎么用？那个捷运的那个栅栏呢？等一下，我要这样子啦。对，然后那个那边有门，在这边啊，这样子。有些有门，这样逼啦，这样。你要这样很神奇的这样子，要先除脂，要先除脂。耶！你刚才有滑倒，对不对？少女蝶，这少女蝶的一定超好笑，好险没有，好害怕。而且手还拿着这个，然后还有带很多很特别的，我看行动装，像这个是行动装，哎呀，我也有，我跟你们说，好，这个有点难，然后还有一个，那你有买这手机吗？美图，美图，它之前有一些有，美图，哎呀，手机。手机，然后是限量的，不是这个，这也是行动充，还有这个 USB， 哇 ，USB 是什么？它是 USB， 就是我们那个虽然很漂亮，但还是要兼具那个实用性，哇，实用性。可是如果上班族带这个去上班，老板会不会生气啊？不会啊，你会觉得 enjoy 在自己的世界，你所用到东西就是一个自己的氛围，上班都不会累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很特别，怎么样？这个是饮料罐。哎呦，我没有这个，你是在？所以是从下面喝吗？华纳威秀那时候他们联名的。哎，我怎么没有买到？饮料通在哪里？就在这里面，然后它可以有，它有一个透明的吸管，这边是插吸管的，然后就是。那这样不是饮料很少？对，它就是买漂亮，我们就注重好看。而且重点是不能喝有果肉的，你这样真的是永远清不，永远清不到。对，而且这个超难买，这是我拜托朋友透过关系才买到的。这个爆米花筒是萝莉塔送我的生日礼物。爆米花筒，对，在环球影城联名款的时候，对，然后他每次爆米花在里面会自己爆，不是，是爆完装进去，爆完把它装在里面，它这个是你不要这么务实好不好？我是爆米花，这是饮料罐，饮料罐，它是饮料罐呐，是饮料罐，爆米花筒是那个美少女书大一点的书包，然后这个是喝饮料的，怎么装进去饮料？就是它这边可以打开。有这个盖子，然后可以转开，然后就可以喝饮料这样子。里面可以放红酒吗？可以，你想喝什么都可以。我有美少女战士哎，什么？我这可以送你们，你们谁想要？那什么？护唇膏，护唇膏，但是我用过。收藏啊，收藏啊，我更想要。真的吗？用过更想要，好厉害啊！真的要送吗？真的送啊，真的送啊！谁要？快！好，那就你们两个来。哇！好大方的，好大方的那个少女哦，对，真的哎，愿意分享少女，分享爱给你们。那你们要拿的模仿棒变身？对啊，你们既然拿到，你们要用它一起做一个可爱的动作啊。要一起还是轮流？我觉得轮流吧，云糖先。思雅一起，嗨，豆豆。好，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。
刚做完这种事情，你会就是那个羞愧感会袭来一下。我知道，因为我就替你害羞了。那边没有通道。来 ，Kelly。Kelly。哎，弄完然后跌倒。少女心，少女心，没有做过这种事哎。你可以加油。小心，好害怕。我要代替月亮承担。你会很想死，你会很想死。能量太强了，赶快昏倒，快点，快点。啊天！哎，他真的很会昏倒哎，他蛮漂亮的，对，真的很，而且头发那个都顺着过去，甩的，对。你昏倒还是略强，比变身强。对，好，谢谢。快来订阅《小姐不息地》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